驾驶哦，没有吗？被远警当场拦查，还被抓包，跟副驾驶座女友换座位，直接驾驶一脸醉态。吹一口气，持续吹，我说停再停，可以哈。被要求酒测，果不其然，这一吹立刻超标。0.35哈，你现在触犯公共危险罪哈。酒驾被抓个现行，警方一查，更发现驾驶身份大有来头，就是他。哇！曾演出《茄子蛋》歌曲《浪子回头》的 MV， 还曾入围第58届金马奖最佳新演员奖。27岁的潘刚大演艺生涯一片看好，但去年5月跟朋友欢唱后，竟酒驾载女友，被逮后还为了规避刑责跟女友换座位。事后法官依公共危险罪判他有期徒刑2个月，但他却不服，提起上诉，提出案发后不敢喝酒，恳求法官能给缓刑，但法院二审驳回定谳。因酒驾而受2个月有期徒刑之宣告，在法律上确实有缓刑之可能，但缓刑为法官的裁量权，法官可能考量犯后态度、犯行程度等而不予缓刑。潘刚大过去才曾因婚变闹上媒体版面，如今又酒驾被判刑，这下形象大受影响。记者一开始陈轩磊采访报道。下载镜新闻 App，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，尽善尽美，尽好新闻。